你家囊当，大家好，我叫王玉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长期以来一直向大师许的愿，终于得到了答案，我显化了，耶！我的腿呀，一直好不了。去了很多地方，然后呢，整骨院、医院我都已经放弃了，他们就说治不好。然后呢，我就不服气。我前几天在网上找了一家专治脚的疾病的，整骨院吧。然后昨天去了，去了之后，大夫他给我看了一下，马上他就跟我说，我这个腿的问题不大，只要把这个腰部跟这个腿的周围，还有这个脚底的这些不通的地方，他给我按摩。给我用很多种方法，他就给我疏通。这样的话，没有几次，他就说我这个腿肯定会好起来的。他向我保证，然后我就特别的高兴呀！我当时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我终于有希望了 哎呀，太好了！就是他呢，给我按摩了2个小时之后，我这个右腿一直他这个寒气特别大，去温泉回来1、2个小时。之后他就又变凉了，就严重到这个程度。结果呢，2个小时，我这个右腿现在就还热乎乎的，然后我就特别高兴，我终于找到了大师，他终于给我安排了。能治好我的腿，还有这个内脏的，我身上所有的疾病的好大夫，感恩大师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